除了卖音响还可以卖点别的。他整的手都卖不了自己。不是，是不是可以卖点别的？淘宝最赚钱的是什么？是赚女人的钱，卖小内内呀，蕾丝内裤啊，情趣内衣呀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现在我看了一下，有一家店，我去，我不小心看到的，什么什么那啥啥啥，几万条，有一家十几万条的评论，哎呀，好喜欢呀，哎呀，我老公好喜欢呀，哎呀，我老婆穿上好呀，我去，我老婆穿上我受不了了，真的。我连当一个什么主播？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跳出来这些？啊，你不喜欢在淘宝买东西吗？我跳出来全部是汉服、头饰。给你拍这大碗吗？不是，你要是在淘宝上买过这个内裤跟袜子之类的东西，他就会给你跳出来这些东西。谢谢馒头哥哥，其他小哥，下个三枚，谢谢超哥，下个三枚啊！对面镇长要打我，对面镇长要打。当当当当！昨天小雨还说，自从你当了镇长以后，我就没有时间来了，我要赶紧去举报。他是来，但是他不爱说话，你知道，就变成了一个低调。现在要讲究低调，就跟我，刚好我们老华裔要打击贪官污吏，不是贪官，那个是家庭，就是比较有家庭的人。谢谢我现在短信天天都收到了扫黑除恶，整条街都封起来了，全部是扫黑除恶。我那天心惶惶的，我那天看到我们那个公园里面搭了个台子，把那个消灾改一走一回改成扫黑除恶，当当当当，什么什么民心所向，这个来来又去，我去，就把词儿改了，你知道吗？有，真的是因为我，哎呦，我这边还有好多，就是都是又领了十块钱报纸，天天看，我干爹他也是政府工作的，天天就看他们发那些东西。啊，我真的是女汉子，我昨天晚上到现在就睡了三个多小时，今天一直在考场，好，结果还没考成。哎呦，我今天去看复联四，我都差点睡着了。不好看吗？其中有一段特别无聊。那就跟那个这个星球大战一样，我看星球大战的时候就睡着了。我还拿错别人的饮料，差点就喝了，我跟你讲。喝了就喝了呗。关键是冰川是个男的，长得还很丑，好，这就尴尬了。我跟你说，要是长得帅的话，你可以故意拿起来喝一下，加个微信。帅的话，我还跟你说。我说你别说。我一般不喜欢一个人看电影，我一般看电影，我爸爱看电影，我就会把我爸带上，或者是跟我弟，跟我这个跟我闺蜜啊一起，我不喜欢一个人看电影。哦，还有同事，因为我们单位爱发电影票嘛，欢迎踏浪前行小哥，踏浪前行小哥，你真爱掉了，你能给小雨开个真爱吗？你想呀？想呀？那让我来试试。小雨是不是今年就到期了？对啊，今年我10月份金牌什么就到期了。那你打算去什么工会吗？混虎牙。听说虎牙人多，开玩笑，还在歪歪混吧。我有好多朋友都去了虎牙，你感觉咋样？都一样的吗？虎牙也是歪歪，啊？虎牙人多，可以吃饱是吧？啊，要不咱们迁移一下？平常歪歪2000多块钱工资，在那边被20000多，涨10倍，是不是？可以考虑一下。
译一下怎么样？老虎兄，祝你好运，祝你好运，祝你好运。咋了妹啊？你这什么表情？YY 的土豪是整个平，我跟你说 ，YY 是所有平台最赚钱的，就是这个整个平台是最赚钱的。但是虎牙会让小主播吃饱，真的，因为人多，因为人多。虎牙跟 YY 都是一家子。请相信黑暗的潍坊，对自己开枪。对，很多主播就是吃不饱的主播过去以后都还好，傻拉拉现在混得多好呀，对吧？不喜欢玩虎牙，那在 YY 混不下去嘛？你看你们都在山上待着，都不肯下山，那小雨一天吃不饱呀，是不是啊？有的主播就是在 YY 播一播，在虎牙播一播，就这样的。在 YY 说虎牙没关系啊，反正都是一家子，都是一家子。这样坏吗？哎，我也就说说而已，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坏。直播游戏也有娱乐主播呀，那边娱乐主播也很多的。就是说说而已，然后那个不喜欢换。这歌挺好听的，这刚才那个歌，都说是满洲哥让我听的，是吧？说会善意的谎言。